已经在洛杉矶连续举办12年的台湾厨艺巡回讲座，每年都吸引到大批民众叫好又叫座，而今年更上一层楼，特别邀请到两位资深厨艺大师巡回美国各地，带来了新派台湾美食。我们的两位老师都非常的出名，非常的，他们出来过很都是很有经验的大厨，那希望大家呢能够用那个可以的话尽早报名。我会安排这两位大厨到我们本地的一些侨裔美食餐厅哦，来跟他们做指导，希望我们大厨可以让我们在这边的侨裔美食餐厅的经营得更好，然后能够有新的一些烹饪的技巧来满足我们这些侨胞的需求。本次活动将在5月15日上午10点在洛杉矶侨教中心举行。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0名热爱台湾美食的民众报名。而远从台湾前来的潘蒙仁和蔡万丽老师将会为民众讲解台湾美食的奥秘。他们更会在现场亲自示范8道经典新潮台湾料理，为民众带来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体验。东森新闻魏宽刘欣然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